you get isn't always what you think. Something new out there with us, it's a mystery. Pocket Glass Adventure. Scribbles and the Stinky Filbert always thinks he's right. Scribbles loves inventing, but her gadgets are a fright. Zoom tries to fly, but he never gets too far. And Stinky has got another plan to raid the cookie jar. Dragons, they surely will amuse. They'll stand up to a night of any seat above the shoes. They'll build a new contraption you would never think to use. Oh no! There's always an adventure waiting to be found, but they don't always see it coming, cause they're soaked to the ground. They'll rise to the occasion, headed straight for victory, and they won't stop for anything unless they pass a bakery. Pocket dragons, get ready, here they come. So many ways to see the day, and I decide which one.哦，上帝，暴风毁坏了你们可怜的房子是吗？他们需要做新房子。我们应该先拟个计划。得了，只要建一个厨房，再建一间卧室，还有客厅就行。要建造起一座新房子，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咒语，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有那么大的魔力。我们可以用以前的方法来建，用锤子、钉子，还有木头。可魔法要快，越快越好嘛。对，是要快一些。嗯，我看看是否还记得那咒语。啊，对了，霍利波、弗莱波，唤起魔力吧，为我们建造座快乐坚固的房子，铺好地板，建起院墙，搭好屋顶，再建起餐厅，让他们的房子如阳光般的灿烂，让我们朋友的家充满爱与欢乐。这样看来，建房子比我以前使用的魔力都要大呀。哦哦，你是一个伟大的法师，也许你选错了咒语。会吗？每一个字都非常重要啊，魔法是一种精确的科学。科学？哦，真糟糕，我差点忘了科学会就在今天。法师能去吗？行吗？行吗？行吗？上帝啊，好吧，你们尽管去吧。对了，那咒语该是什么呢？ Fulibu Chibo Deser Jabo。贝蒂·贝贝尔公主 ，Specs， 你们来真太好了！最伟大的科学家们来此为我们展示新的观点，而我要将缎带奖授予其中最棒的发明人。真的吗？我是说，再加进一项发明还来得及吗？你吗 ，Specs？ 当然，先看看这些发明吧。我们来了，当然包括你。算了，我困了。是个小睡的好地方。盒子能够使你无论在何处都能欣赏到风景和故事，你在客厅里也行。它的名字源于发明人 TV Zip 博士，它叫 Zip 电视。可既然书中有那么多精彩的故事可以读，谁还会想通过这个小盒子去看呢？对不起，我也不认为它会获奖。哦天哪，我得去准备牛顿教授的展位，一会儿见。别再发呆了，该醒醒了。公主喜欢发明者，我必须发明件什么东西，我需要你的帮助。没问题，只要你放开我。
得帮 Specs 赢得发明赛的大奖。好吧，科学家先生，让我们发明什么？能自己烤好的点心怎么样？没去比赛就会被吃掉的。说得对。好吧，那么像一边长不需要修剪的草怎么样？可我喜欢闻修剪后的草香啊。对，睡在上面我的背也会感到很舒服。可我得发明件特别的东西，我要公主她能真正的喜欢我。法师，你回来了。你建起新房子了吗？恐怕有些事就连魔法也无能为力。我回家是来拿锤子和钉子的。哦，可怜的法师，可惜我们帮不了你。Specs， 有了，看到了吗？我什么也看不到。法师需要快速建房，这正是你需要的。我们来造一个建筑机器吧。我不知道，难道不先研究？没时间研究了，该搞发明了。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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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Specs 最优秀的发明啊 ！Specs 是大家的发明，这是我的主意。啊，说的对，贝蒂贝贝公主必须喜欢大家了。好，各就各位，我们先试验一下。很好，我们绝不会失败。祝您下次好运，托斯特教授。Specs 在哪儿？评判就要结束了。我来了。嗯？瞧瞧我们的发明，它叫建筑机器，它能造任何东西，而且还很快。好像很棒，让它造点什么吧。建筑机器啊，我相信大家都同意谁将获得断带奖。怎么回事啊？建筑机器它失控了。哦，见鬼，不好办了，快想个办法。快，我正在想啊。快，我们得离开建筑机器。啊，他不让我走。我们完了。真的要完了吗？啊？我有办法了，快，大家都靠向一方。好用力。哦不，你们没事吧？我可真担心啊。真是对不起，公主，我们只是想……嘿，快看呐，建筑机器又发疯了！哦，不！该怎么办？逃跑是个好办法。我们只是想发明件特别的东西来帮忙重建农舍。农舍？
用老办法建房子或许是慢些，可我的感觉也挺不错的。那是因为我们是亲自帮朋友工作，而不是用机器。看来努力工作的确是没有什么太好的捷径，可该有的呀。有时候做一件事情不使用魔力，却更能创造奇迹。来说茄子笑，茄子。